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佛三十二相的第十九相，上身如狮子相。在这个身如狮子相，指佛的上半身广大，行住坐卧威容端严，一如狮子王。意思是说这个上半身呢，雄壮威武啊。系佛于无量世界中未曾两舌，教人善法，行人和，远离我慢而感得此相，表威容高贵，慈悲满足之德。这写起来很简单哦。那一般来讲，我们看啊，这个佛身啊，如狮子相，讲的是他有那种威严，有那种威严，这个是不一样的。未曾两舌，两舌知道什么意思哈？就是两舌就是挑拨是非啊，爱说是非，教人善法，行人和，就是都是做非常端正的事情，远离我慢，所以感得此相。那威容高贵，慈悲满足之德，这是指佛的身体。那这个上面呢，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修行不错的大德，那这个真的有那种狮子王之相啊。接下来下一个二十相，大直身相，又作深广宏直相，大人直身相，位于一切人中，佛身最大而直，乃以施药看病，持杀道戒，远离骄慢所感，能令见闻之众生直苦得正念，修十善行。这个在讲佛的身体很直，而且宽。前面讲他的上半身如狮子，雄壮威武，这个点又直。那佛身最大而直，佛的身高啊，比我们常人都高。这是根据经典。那经典讲到佛国净土，有的哪一个世界的佛，他的身长有多少由旬，那菩萨有多少由旬，大小差很多。那我们讲世尊当时的一折手啊，世尊的一折手就是这样，这个手从手肘到手腕，这样叫一折手。世尊的一折手都比我们凡夫多了好几寸。那世尊的身材高大直，就是里面说施药看病，就是施给众生药跟看众生的疾病，持什么杀戒跟道戒，不仅是这样啦，应该是十戒都是持的啦。就是所以呢，远离骄慢。那我们一般来看呢，我们人长高大呀，庄严，其实是有他的福报。根据因果业报经里面讲啊，我们人有的人用瘦瘦矮矮小小的，我们过去生过去世就是有一些时候就是修行还不够好。那我们现在都说嘿，那跟过去生有关系，那都因老爸老母的 DNA，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用这个来给自己最伟大的解释嘛。啊，其实你之所以会有共业啊，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也是自己过去生过去世的因缘啊。那这里面的十善，大家看了之后啊，就会得正念啊，然后修十善行。所谓的十善行啊，简单的说就是身口意三业里面所行的十种善的行为。那三业就是身口意。那如果身口意我们不修，就叫十恶，做不对就叫十恶，叫十不善道。做不好就杀生、偷盗、邪淫，这个是杀盗淫，这个是身体所做的。口呢，口业的部分就是妄语、两舌、恶口跟绮语，就是欺骗人家、造谣生事，口不守德，就是恶口，说不好听的话。其余的话就讲一些不营养的没什么意义的话。第八叫贪欲，第九嗔恚，第十叫邪见，也就是愚痴。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些十恶不
跟着做，反而发扬做好的，这叫是善行。这些如果读经典有略略有一些时间都会很了解，不再细述。那第21项是肩圆好像，肩圆好像就是两肩平整，就是这个肩膀啊平整然后饱满，两肩圆满丰腴，殊胜微妙之相。有的人呢他肩很宽可是非常单薄，就散扁扁的。有的人他就是会圆满丰腴。有没有看过有人好瘦好瘦好瘦，这两根骨头好像一碰就会断了，这些啊。这个佛呢他两肩圆满丰腴，殊胜微妙，这个是因为他造像修塔施无畏所感得。造像就是造这个佛像，修这个塔，让众生能够提起正念，能够好好的修为，施无畏，让众生不产生恐惧心所感得的福报，表灭惑除业等无量功德。因为过去生过去世有修，能够让众生不产生迷惑，帮助他如何这个消除业障，所以积功累德而感得的这种庄严相。那世俗就有一句说，修行好的人呢看不骨，看不到骨头，这是真的。以前呢我们有看过一个小朋友，那这个小朋友他妈妈，小孩子生出来不是都长得很可爱吗？他妈妈生了他之后，他妈妈是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就自动吃素，他没有什么原因，他就没有办法再吃荤，他就吃素。他这个小朋友生下来其实不是很胖那种小孩，可是全身就看不到一块骨头。你会想说这样叫做很胖的，对不对？一直长到他长大一样，他身上是不见骨的，这个指头啦脚啊什么都是很饱满的，什么肩膀啊什么都是很饱满。同样这一对父母又生了另外一个小孩，对吧，鼓鼓的，这是骨。那话说呢，我们就问他这个母亲说，你这个小孩为什么长得跟你大人都不像，像他自己啊，真的像他自己啊。其实他家里人啊，爸爸瘦瘦的，妈妈也瘦瘦的，可是这个小孩子长得饱满，都没有骨头。他说这个小孩他出生的时候，要怀他的时候有一些异象，他这个母亲曾经有一些异象，这个异象是说有一天他母亲开始学佛了啦，开始学佛。有一天呢，他就睡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禅坐的老和尚，披着红色的袈裟，然后这样慢慢从天而降，在他们家的这个卧房的右侧就下来。然后他在梦中就想到，有师父来我们家，他就醒过来，因为他开始学佛了。后来怀孕，他生了这个小孩。他生了这个小孩以前的人都是会给他算命，对不对？现代的人也会啦，不是以前的人会，以前可能算一个两个，现在的人为了取姓名搞不好算三四个。话说这个妈妈呀，那厨卫好了，提圣命就给这个小孩算命。这个算命的就跟他说，你这样你这个是狮子来投胎的。因惊起来说怎么是狮子来投胎啊？其实他那个就是狮子王，就意思是佛门龙象这种意思。所以这个就是过去生过去世呢是有修行的，以此生此世就会感得这种相状。那个小孩子还真的高大呢，真的像他自己，他们家就没人长那么大，他就自己真的
比较圆满，比较大。好，接下来我们看佛的第22殊胜的相，是40齿相。40就是40颗牙，指佛具有40齿，一一皆齐等，平满如白雪。此相系由远离两舌恶口、慧心、修习平等慈悲而感得，常出清净妙香。此一妙相能制止众生之恶口业，灭无量罪，受无量乐。这个40颗牙真是不容易，多年前我们这边还有银佛牙，对不对？佛有40颗牙，我们众生呢32颗都很饱满，现在后面的智齿或许都没有生，对不对？没有生，32再减4就是剩28啊，中间呢在因为蛀牙等等的过程里里落落，可是就是那个数字都是不齐全的，而且我们的牙齿都还会有一些所谓不健康的情形。但佛的牙齿呢，他的牙齿40颗一一齐等，而佛呢住世，佛住世80年呢还没有掉牙。像我们到50-60岁，小孩子2-3岁是不是要换牙，乳牙换恒牙，我们到50-60岁的时候恒牙掉了变 无牙对不对？恢复到儿童的状态，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理现象。但是佛呢，他40颗牙是都好的，而且颜色是雪白，这是感得的，这是感得的。那佛也没有吃的比我们好啊，佛是托钵的，日中一餐，我们凡夫呢一天三餐或午餐，对不对？来个点心啊，下午来个下午茶。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难免要去想到，为什么这些修行人啊，佛菩萨呀或是持戒的一些人，他能办得到，他身体的机能要抱得这样的水平啊，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很容易我想要好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没那个条件就是办不到啦，就是办不到。那这个地方讲佛的40颗牙都是完整的，为什么？因为清净妙香，还会嘴巴还会出清净的妙香。那因为他没有恶口，他没有口业，所以就感得自然的40齿相。那第23呢是齿齐相，这个40颗牙存在而且又整齐很密合，即诸齿皆不粗不细，齿间密接而不容一毫，系以十善法化益众生，复常称扬他人功德所感之相，表能得清净和顺同心眷属之德。意思说他的牙齿非常的整齐，大小排列的很整齐，然后呢齿间非常的密接不容一毫。我们如果说牙齿之间的缝太大，就开始可能会有东西食物去塞在里面，而会产生一些蛀牙的情形。但是佛呢，他的牙齿坚密，这个齿间密接，所以像我们现代人都有用牙线啊，对不对？他这个是不容易好，连这个牙线都过不去，所以是很密合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齿不够齐，不够好，我们都要尽量要了解，我们要忏我们自己的口业。因为佛当时以十善法都是教导人对的好的说好的话，所以感得，而且有同心眷属啊，这个眷属里面和就不会有争吵。因为你只要口德有手的话，眷属之间应该就是比较平顺。那有的人在眷属之间呢，你的这个脾气太大，意见太多，那脾气大意见多，对方一句你就马上冲过去了，对应嘛，这种状态之下当然就不会有同心眷属。所以这没有什么好，
好怀疑的啊。这个上面呢，真的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家庭啊，他们有好多好多孩子。曾经看到有一个家庭，以前的家庭孩子都很多啦，那这好多好多孩子呢，那这这个爸爸妈妈哦，牙齿还颇整齐的。照理讲，如果说真的果真只有 DNA 的问题，那么你爸爸妈妈牙齿颇整齐，应该生出来这个整个小孩牙齿都很整齐，却不然，他却不是这样，他却老大牙齿不整齐，老二、老三、老四就很不整齐，一直到最后，最后的两个小孩牙齿竟然整齐了。所以我们是给他看，我们就给他观察他这个家，他这个家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要都想要获得自己想获得的东西。有些时候的谎言说多了，可是这个谎言说多了，对别人呢？别人说谎言，你也在说谎言，你知不知道他是谎言？故你就抓有啊，因为你会说谎，是基于什么样的状态？你为了保护什么？当对方的眼神、对方的需求、对方说出来的话，他在掩饰什么？他说的是谎言的时候，你多少都会知道。啊，这个话说为什么最后面的两个小孩子牙齿很整齐？因为一共三龙王吐掉，他就每一次他说谎的时候都被戳破，要不然他姐姐知道，他哥哥知道，啊，他们都知道他说谎，你说谎。他还很幼小的时候，他心里想说奇怪，他们怎么都知道我说谎？后来他都就不能说谎，真的比较老实，真的比较老实，他牙齿是整齐的。然后哥哥姐姐们牙齿不整齐，于是到学佛之后，后来他们就学佛了，这一家都学佛。那学佛之后，换这个小的弟弟妹妹往后看，根据这个果报业报经，你们哦，说话不够老实，妄语太多，谎言啊等等太多，就感得牙齿不够整齐。那这个不过根据他那个小的弟妹他们反映了，他们说哦，其实我们父母亲的牙齿是整齐的，古早人吹气哦。乱的比较少啦，也不晓得啦，他的父母亲牙齿蛮整齐，但是为什么中间都不整齐，到最后这两个才整齐呢？他们说其实有些时候你过去生过去世，固然他是有过去生过去世的因缘果报，但是你此生此世自己的作为的时候还能有一些修正，如果你都不修的状态，那他永远这个相状不会改变。那这个是在讲这个齿其相啊，这个我们就得好好忏悔啊。我们要不就40颗不足，要不就牙齿不整齐。好，来第24个庄严法相是牙白相，又作四牙白净相。这个是讲特殊，即40齿外上下亦各有二齿，其色鲜白光洁，锐利如风，坚固如金刚，系以常思维善法修持而感得此相，此妙相能摧破一切众生强盛坚固之三毒。这个牙白相是在讲上下全齿啊，这上下下两颗上两颗特别的白。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正知见坚固，能摧破邪见，常思维善法，所以这个是感得的相状。那这个并不表达说他这个个性啊是很强烈，因为他是白色，他这个四颗牙是特别的白，他四颗牙是白净光洁，能摧破众生的强盛坚固的贪嗔痴三毒。好，大家翻到22页，这个课是我们了解一下就是佛的32相，
也是做一个全盘呐、全盘的了解，但是很简单。最主要是我们要对佛啊，这个修行完整、觉醒圆满的佛，产生一个明确的了解，他在各方面全方位修了，不管身口意，不管自己的修持跟对待众生，都能够达到圆满慈悲。第25个庄严相叫狮子颊相，就讲这个脸颊，这两颊隆满如狮子颊，饱满。见此相者，得除灭百劫生死之罪，面见诸佛。也就是他没有那种穷酸相的，狮子颊相没有穷酸相，就是很饱满。那这个不用再说太多。第26，这个相就非常的特殊。位中得上位相，右座得上位相，常得上位相，指佛口常得诸位中之最上位。此系由见众生如一子，复以诸善法回向菩提感得之相，表佛之妙法能满足众生志愿之德。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众生的嘴巴，我们有我们对于食物辨别的能力，但是我们舌中所吃的东西都不会感觉到它真实的美味。但佛呢，他胃中得上位相，就是任何的食物进到佛的口中，他都得上位相，都是甘醇甜美。一样啊，现在如果有肝病一个人跟一个孩子当在发药的，同样一碗饭菜，一样是一份饮食，你给这个得肝病的人吃，跟这个在发育的小朋友吃，两个的答案一定不一样。一个说、真的没味没素，泼泼吐美味，对不对？另外一个小孩他可能说好好吃好好吃，再一碗，这个就是味觉的差异。那我们现代的众生其实都在混乱中麻木自己的味觉，加了很多甘味料，以为可以提升自己的上位相，好像觉得好吃，其实麻痹自己，最后你真的食物的原味都吃不出来，因为被麻痹了。那佛呢，他就是所有食物的到他嘴里都是最上位，因为它会自然涌出口水，然后在这个味蕾，那叫味蕾，那味蕾传达这个味道是敏感的，吸收是良好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觉得食物都不好吃，哎，是业报啊，太高咸啊，我也是太高咸，对不对？那你有的修行人来讲啊，你给他什么他都没有话说，他都好吃。曾经啊，有一个师父啊，有一个出家师父，修行相当不错。他呢，食物他都不挑的。那以前呢，不会像寺院现在的经济条件物资这么的丰盛。那以前呢，那个米啊，在晒谷场上晒，那当然一定要好好的顾着，不要被麻雀吃了。那米有些时候还夹杂的石头，煮啊煮啊，大家就这样吃了。有时候还有鸟粪呢，晒干了，对不对？那这些修行人呢，他都不会在这上面计较。那话说有一个老师傅嘛，因为他常常就一波千家饭，常常出外，这个是僧众基本的戒律，在过去是一定要起食托钵了，它是不可以自炊的，寺院里面不可以自己炊煮。那到我们中国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因素，那当时呢，在中国有一段毁佛，有
毁佛的事件。你说某个朝代这个皇帝啊不信奉佛教，所以要把这个僧众呢全部遣回去还俗，所以寺院都外移到比较山间去了。但那个时候要托钵下山去托钵不容易，所以后来才会有自耕，自己种植稻米啊食物啊，然后自足自给自炊的情形。那话说当时这个老和尚这个修行人，他就一钵千家饭，可是他又很慈悲。那到了一些乡间的地方，那大家如果没有佛法盛行的，他不是会很乐意的，或者是说为你准备清净的这个饭菜斋饭，于是他常常有一餐没一餐的，因为四处在参访，有时候他就看两个滴也喷了，或是以前的人是前面有个收桶，现在没有收桶了，现在很少，现在社区有收桶而已啊。以前都有收桶，他就有时候就捞那个收桶的东西，就能够果腹，这样就好了，那不执着到这个程度。肠胃也是果报不错啦，福报不错，他肠胃吃的这些收的东西也不会出什么状况。你这样修行是不是也是很自由啊？是不是很自由？那我们现在来读这件事的时候，你会用什么角度来读？你觉得出家人很没格吗？还是说这个师父修行很好呢？众生有些时候不知修为何事啊，常常在饮食啊、穿着啊，或是等等的去看。其实有些真的修行人呢，他比较不在这上面做文章。那我们现今的环境很好，大家基础上三衣啊一钵都是很具足的，我们的衣也都是很庄严。那如果说你要弘法的话，当然也是要表象上面要让众生起恭敬心，所以还是要庄严得体。但这个庄严其实最重要的是清净法身，最重要是你内心的这个东西，最重要是这个。因为衣服干净不是心，这个就叫清净了。你看干干净净，这样就是对的了。不是在于说一定要色彩怎么样多新啊，那个是外表的。啊，这个是在讲从位中得上位相讲到这里。那这个地方是这个佛呢，他在因地的时候见众生如一子。佛告诉我们哦，我们要看这个众生哦，都是我过去生过去世的父母。我们要看众生要尊重，要看众生如过去生过去世的父母，但是要对待他的时候，要如同自己唯一的儿子，要如同唯一的儿子，因为你对儿子无限的这个给予的心。爱护他的心是满分的。那如果众生以前都是我的父母，你会真的孝顺你的父母吗？你真的会那么孝顺吗？话说我们中国有一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呢是个仁君呢，这个仁君呢，他处理国政啊也都是很有仁德的，很有爱心。那他有一个爱妃啊，30岁的时候啊生病就死了。死了之后呢，他非常的伤心啊，就在他的这个皇宫架了一个高台，然后他每天都要上那个高台啊去看。看什么？看他妃子的陵寝。这个故事大家听过哈？这妃子的陵寝，他搭高，因为他妃子的寝呢，陵寝就是墓碑啦，墓啦，陵寝，高台就可以看得到。他每天去看，思念他的妻子，那个叫昭陵，这个很有名。那这个皇帝啊，
就常常这样思念。那有一个宰相，他有一个宰相，这宰相就很有智慧。那宰相心里想说，要怎么不落痕迹的让皇帝去了解他这个心思一直放在思念自己的妻子，荒废了，就是国政。有一天呢，他这个皇帝又在那边看他的这个昭陵啊，就是那个妃子的陵寝，他就叫这个臣子刚好来，那这个臣子就在那里跟他一起看，然后皇帝就问他，哎，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他说看什么？我都没看到。你没看到吗？有啊，就在那里，就在那里，那昭陵啊，那就是我这个妃子的陵寝在那里。啊，这个宰相就说啊，什么？哎，我都没看到啊，我还以为你在看什么呢？看什么？你妈妈的陵寝，就是皇太后的陵寝。他说哦，我找不到，找不到。哦，你叫我看昭陵哦，哦，我还以为你叫我看你母亲的陵寝。他说完了，他就走下这个平台下去。这个皇帝听了这句话，真的是个人君了，听了这句话就下来了，就叫人家拆，就把这个高台拆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想过你的母亲，你只想到你的爱妾。人呢，人的情感是有差异的。每个人扪心自问，你能孝顺吗？孝顺吗？对待众生能够如自己唯一的儿子吗？佛说众生都是我们累生累劫的父母，可是在对待众生要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因为对父母的孝不能尽全啊，总是觉得小孩都会批判过父母啦。其实所有的小孩成长到他死之前一定有批判过父母，一定有认为父母不够好的地方，要不就是品德，要不就是言辞，要不就是学识，要不就是在哪里的缺点，一定批判过父母，叛逆过，没有那种不叛逆的。但对于自己的儿子，在他错了第一次就准备好 N 次的原谅在等待。没有不能原谅的孩子，却总会有被你怪罪的父母。那世尊呢，在我们前面呢，上一次在讲三十二相里面，他有对就是所谓父母师长啊，亲手诚实供养，生病的时候还帮他沐浴洗涤按摩，记不记得？怎么只有我记得？不可以呢，听过的人要记得。他对上如此，然后看众生如一子，然后用所有的善法所做的一切事，都希望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基本的动机，基本的动机不是我为做你对你好，你以后要报答我，还是跟你拉拢一点关系得到什么好处，都不是。做任何的事都是要为了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回向菩提，能够开发如佛的智慧，圆满人生所有的一切，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是值得我们凡夫来了解的，我们能不能满众生的愿？如果自己真的看清楚这一点，什么你都愿意。可是如果你心中有要跟不要切割开的众生，你只有不愿意。你会看到你很容易不愿意，而不是很容易愿意。如果你真的有意愿解冤释结，真的有意愿未圆满的时候去圆满它，你都会
自然的想尽办法把这一块补起来。孝顺不要等到明天，孝顺不要等到明天。啊，那接下来大舌相叫广长舌相，这广长舌相是讲世尊啊，这个舌软薄相，舌头广长薄软，伸展则可复制法髻，这个舌头伸起来啊，可以把这个脸盖起来，然后碰到这个法髻，哦，这恐怖呢，是不是？这舌头大片又软。这不容易呢，这个是怎么来的？细发弘誓心，以大悲行回向法界而感之相，观此相则灭百亿八万四千劫生死罪，而得值遇八十亿之诸佛菩萨受记。因为我们都说过谎言，我们妄语太多，那舌头伸不出来，不是长舌妇，长舌夫啊。哦，它这是薄软。这个在经典里面有一些故事，那一些故事的，就是说有人呢，就是跟这个佛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问难呐、啊，问难就是找茬的意思啊，还有一些误解，就是陷害的情形。那这陷害情形啊，佛为了要证明给大众说他是实愚者，不狂愚者，他过去生过去世真的是这样对待众生，佛有讲过他过去生过去世的很多故事给大家听，所以他感得的相与众不同，于是蛇就佛就伸出舌头，就真的伸出舌头覆盖他的脸直到发髻，这个大众一看你就真的是降服，因为知道如果佛他没有圆满这些，他不会感得这么殊胜与众不同之相。第二十八叫梵身相，梵身相呢讲的就梵音相，佛的声音即佛清净之梵音，宏声圆满如天鼓响，亦如嘉陵频伽之音，乃由说实语美语至守一切恶言所得之相，闻者随其根器而得一身善，大小全实亦得祸断疑消。这在讲佛所发出来的声音非常的清净洪亮圆满，能够传很远很远的地方。那这个有个故事说佛说法的法音呢，能够传到多远？佛的弟子这个目犍连呐、啊，那这个目犍连他就有神通，他就心里想：哎，这个世尊说法的声音到底能传多远？于是他就用他的神通呢，啊，神通的极致，达到最远最远最远的天呐、啊，最远最远最远的他国。其他的佛国净土到达那里的时候，竟然还可以听到释迦牟尼佛的法音，所以诸佛所说是实语，真实的语言，他所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实的道理，他所选用的语词都是要帮助众生体解大道。那这里讲到嘉陵频伽，这是一种鸟，这种鸟在印度它是从雪山出来的一种鸟，那这种鸟呢身上是黑色的，看起来很像麻雀，那羽毛很漂亮，那嘴巴的这个地方呢是红色的，它的声音非常的清亮，就是一叫的时候声音很清亮很好听，那天人紧那罗任何的鸟的叫声都不能够及得上这种鸟叫的声音，非常的悦耳，所以在佛经里面都讲啊，佛经里面用这个嘉陵频伽声譬喻佛菩萨他们讲
经说法，弘扬佛法的妙音。为什么会感得这种好的声音？因为不说一切不好听的话，会伤害众生的话。那像我们慢慢读到后面，就会讲为什么会盲聋音哑，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有的人讲话声音好听、清楚、明白，可是有的人就口齿不清，口齿不清啊，这种咿咿哎哎，甚至于哑巴，这都是果报啊。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在这上面有所不足的话，都要好好的忏悔，然后修掉那个不好的东西。慢慢会不会声音再发展出来？这个会。只要你这个人呢，是真正中肯，你真的中肯，而说的话道理是圆满的，你就不会害怕呀。你讲话当然就是中气十足啊，不是要跟人冤家相骂啦，不是那种强恨的那种话语。所以这个上面它自然能够传得圆，不粗糙啊。这个是在讲梵身相。第29叫真青眼相，又叫做目干青色相、莲目相，就讲这个佛的眼睛啊，干青色如青莲花，就是黑白分明的。当然它不是真的黑啊，就是有一点那种咖啡，还有一点蓝色啊，这种叫干青。那这个是由生生世世以慈心慈眼及欢喜心施与其者所感得之相。真的，你有慈悲心，慈悲，用慈悲的眼睛，你自然嘛投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用欢喜心来布施给来乞讨的人，那这个哦差异很大。我记得啊，以前哦我看过一个女众，她眼睛好漂亮，人家说像牛肉啊，那眼睫毛啊就是绵绵密密的。她小时候那眼睛很漂亮很漂亮，可是慢慢长大到十几岁的时候，你不喜欢看她的眼睛，看他的眼睛你就自然就会闪掉。为什么？他眼睛发出来就发出箭来，刚才瞎劲啊，因为他每次都就是在瞪人骂人，用眼睛在迫斥人，要不就怀疑，要不就很凶。后来呢，他的家眷呢就劝他，你就配个眼镜好了，遮掩一下你那个凶神恶煞。这个我们一般人说眼睛会说话，不是叫你这样哦勾魂摄魄，而是你眼神里面所透露出来的那个慈悲，人家感觉上的那种端正是不一样的。心术不正的人看人是不是眼睛会闪闪闪？所以这个佛他的眼睛黑白分明又慈悲，让众生感受看的时候，他自然心里就稳定。那我们很多人要为自己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负责，那也不用都假装的慈眼视众生那虚伪的不是啦，那真实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